抢救王一川大兵活动，全台5天环岛行，选前最终站来到新北市汐止。民进党部分区立委候选王一川合体立委赖品妤，还找来蔡总统当彩蛋。看到你们在环岛，也让我想到今年520我就要毕业了，希望也有机会去环岛，看看这些年我们一起改变的台湾。一定要出门投票，集结最大的力量，让台湾继续走在民主路上。蔡总统邀大家续走民主路，而总算结束环台大车扫的王义川还一度哽咽。这一次扫下来最大的收获，旗头下很多人比的时候比六，这是我最感动的。民进党不分区还差最后的两席，最后那两席的第二席就是王义川。每一票投给民众党的不分区的选票，都在帮韩国瑜累积当立法院长的正当性。民进党成立拉台国会席次，而国民党也有不分区来助攻。李家派头来收尾，感谢你的比战，让我们一起勇敢挺身而战。国民党立委候选廖伟翔则是找来自家不分区立委候选人韩国瑜陪同车队扫街，而民众党部分也有名列不分区第一的黄珊珊上路催票。国会共113席，当中包括34席不分区，各阵营最后关头卯足全力要拼国会席次极大化。三立新闻郭素文、马月滚新北市报道。